时间2021年3月25日，地点从不乏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给大家看看 Kiki 的最新近况吧。噔噔噔 ！Hello。Hello， 今天要把 Kiki 来开出来了。终于，来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开天窗了，因为我们不确定还有没有话，所以要慢慢的挖。好，那现在开始挖喽。为了我们的 Kiki， 所以呢要戴上手套。啊不，其实我只是因为手受伤。完全就是想太多了。蘑菇在里面。你怕手指一直撸到皮？怕子。哎，我摸摸看，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弄的时候有弄到硬硬的，但是又有点弹性的，那就是它的勇士。硬硬又有点弹性。那我们单纯压的土司是完全是硬的，不会有弹性。哦。因为是那个勇士它是自己推出来的，所以会有点硬硬软软，又有点弹性，这样子吗？嗯。因为硬硬软，真的很。就是变成是说你这样刮会刮不起土，就是变成说只能弄出一点点点点，因为我这样可以一直往下，代表还没有到。嗯，就很 Q 嫩 Q 嫩这样子。对，会很硬。那我们有办法把它挖出整颗球来？可以啊。好。嗯，要刚刚看它坐在哪里，因为如果它坐在短边的话就没有办法。好。看它坐的哪里？你看这个状况应该是画油。动画。小心一点。三个月它会羽化了吗？就有可能还羽化，因为十二月的话有可能现在羽化。哦，有人在愚公移山。你们有发现说，有没有发现说这边变得比较那个，我们没那么快，要小心的话有点弹性，对不对？有点，请讲一下这是什么感觉？有点硬硬的，然后撸不太起来。对啊，硬硬的。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慢慢弄。哦。有点推不大动，那我们看能不能把它挖出一颗球体。那要从旁边开始挖，一挖出一颗球体要比较久。好，我相信我们都没看过变球体的样子。因为如果说是他们都要是勇士，然后像如果说是金龟，就是一个土蛋，就真的是一个哦哦对土蛋，对，有没有想跟我的感觉挖到了？看这颗蛋会比妹妹的头还要大，那轻轻的。这时候经由南洋大刀哥哥的手雷达探测，为我们感知了这只宝贝蛋的存在。因为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说他有做好勇士 ，Kiki， 那样就好了。对啊，准备出来跟大家见面吧。准备，小心哦、喔！最后，我们要从旁边挖，因为这样才可以挖出那个。一次换图的时候，117克。对，因为它基本上应该是一下去的话，对啊，做勇士了，对吧、啊？就应该就是这一块，所以我们要从这边慢慢挖，因为你就可以变成一颗，对，就可以太出一颗那个。温柔的手才能挖出一颗蛋。对啊，不然打破了。我们这时候要练习。这几年的心血就没有了，这些都是我们那个的经验。我死了，其实手一定要记得要温柔。以前我习惯用工具用，然后结果说一不小心啪。哦对，啊对，这时候心里就在淌血。对啊，说啊，我为什么要用工具挖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手比较好玩，对吧、啊？但是因为湿黏黏的，但是你用工具挖会比较容易挖爆它。所以用手挖会比较好。嗯，对。Oh. 这边要小心哦、喔，这边要慢慢来。就我同学说，他用他的手挖出20几公分的洞，然后结果挖到一只金龟子幼虫。在哪里挖？在那个他妈的甘巴湖里面。对。搞不好夏天他去那边挖会有鬼燕。对。对，我有跟他这样讲，所以我就说可能是鬼燕或是金龟子。他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做的，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嗯，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。感觉变成他已经淬炼了7期49天的闭关修炼，到底可不可以练出绝顶神功呢？他不止7期49天，好久了，好久，他已经90天了，超久了，他可能修炼到一半，他睡着了。哎，妹妹小心！我刚刚一挖，然后就咚，小心。哦，该不会是刚刚没？哎呦，哦哟，看到？哦哟，天哪，挖到了！哦呦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他的？好吧，来，有这样子就有。没得，哎，挖出来就有了。压着我，看你们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脚吗？他的脚啊，他头上脚很长。好，开始喽！万众瞩目期待的东西来了！呼呼呼呼呼呼！这一刻最开心的。
哦哟！我已经掉那个掉，差点停掉。嘘嘘嘘！哦，天哪！天地良心！来看，我们现在会有一点吐血。他应该快要出来。南洋大刀哥哥温柔的手正温柔的触摸着他，温柔的手。我们以爱来迎接他的到来。啊！那结果。噔噔噔噔！我要手上，我要。来，小心要拿好它。好美啊！对呀，对呀。不是体型，力气不是体型比较小。对，对，这只算，这只算还 OK， 还蛮大的。还蛮大的。哦，小心哦！哎，请问这是什么感觉呢？嗯，它一直在动，然后好粗啊，比我手皮还粗哎！真的，我们看一下你的手，哎，真的，真的比你的手还要粗哎！哦，它脚木都好黑哦。那这把它快出来了，它应该这两个礼拜要出来了。这两个礼拜。因为我现在挖出来是不是时机不太对呢？还好，其实刚刚好，其实差不多。刚刚好。不要说，如果说真的要说不好的时间，像它羽化前一天。哦，羽化前一天。对，羽化前一天那个真的不太好抓呢。它是那个 H D H H， 这只是品种是。它会脱不下来而已。对，没有，它是那个原名牙原名的赫克利式的原名。赫克利式的哦。那它是本身它也是那个身体比较有问题，然后所以说它脚长不出来，然后这边也受伤。哎，他脚为什么受伤？因为他脱皮了。对，他脱皮的时候有受伤，然后这边，他的血不够冲他的头脚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说，这颗蛹比较黑，因为这边快出来了。你看他这边，你慢慢看，他跟他的样子差很多，因为他这边也是畸形。基本上我们都是看头脚，然后看他的胸脚的粗度。现在我们要来帮 Kiki 做人工勇士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让南洋大哥哥来帮我挖那个人工勇士。慢慢磨。我们要慢慢磨，因为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帮他量一下那个身体的长度，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帮他的勇士塑形啊，目前看还是有点太窄，我们要再帮他拓宽一点，因为我们人工勇士要慢慢按照他的体型去把他挖，那怎么看得出他是斜度不够？现在斜度是够了的，因为如果说你斜度不够的话，他脚会这边会悬空，他这边就会悬空，对，他这边的时候身体的这边跟这边撑着他的身体。那他这边怕就会有问题哦，对对，撑全部的力量，对，所以说他这个有斜度，就是刚好撑着他的身体，怕、這個、他身体太重。啊，所以就是那他是斜度够啊，刚刚是宽度，他转身转过去，他转过去的时候，他前面那只脚会卡住，会卡住的。哦，阻碍多少？他们在羽化的时候基本上就有黄金15分钟，你15分钟他没有翻面，他就羽化失败啊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哦、okay ，就是像这只，就是他没有翻身。哦、没有翻身就有，就是翅膀就会烂掉。哦，要翻身成功。对，那接下来你要让这个他的头朝这边，他的头对着这边好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自己放进去。这时候就是要吃替人武功算才会长高。然后最好不要让它往下掉。其实如果说甚至于说它要羽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们如果说真的顾不到，就拿。就拿类似一种纸板的东西，纸板盖在他这边，因为有时候他脱皮都要一半多，他往后翻他就倒，他倒了他的背后一定又会有问题。哦，这真的是美钢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希望他早点登短栏，然后呢给各位朋友们分享。想要看到 Kiki 的真面目吗？继续订阅小超频道，就可以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。